Hello， 我是魔猫。来，今天介绍一下那个昨天跟前天大家肌肉哥在玩的流派，就是黑鲨。然后这个黑鲨呢，我觉得他玩的真的是很酷很屌，然后有很多很有趣的构思在里面。然后刚好呢，他又是用楚琴来玩，然后我稍微看一下，我就觉得，我就是跟我的冰点三来完全一样，我就只要把矛盾换成黑鲨就可以玩了。然后立刻来试一下，老实要讲啦，还是矛盾对决加冰霜之刃还是比较合理，然后比较强的。然后用黑鲨的话，就是它会有很多一些有趣好玩的机制跟概念在里面啊。然后这个是刚刚那个默默默帮我画的几集，然后这个是猪鼻子啊，感谢默默默，谢谢你这个。这个几集，看起来比较，我们比较一下，好啦，有像啦，跟几集蛮像的，好 ，OK， 我们来，然后这一开始呢，我本来是想要用炎火脉动玩的，可是我玩一玩就真的。翻车了，炎火脉动那只完全跑不起来，也不知道玩什么，就是概念是我本来一开始概念是要配刀锋狂热的，我知道配刀锋狂热，可是刀锋狂热真的就是，因为刀锋狂热是爪匕首心短，它的效果是你攻击你的投射物会加一嘛，啊，因为你现在是用黑鲨，所以你视为所有的单手武器。他连刀锋狂热都可以作用到，所以我就可以拿着刀锋狂热，然后又被视为爪跟匕首，然后敲出炎火脉动。我照理来说会有超多投射物，可是炎火脉动太烂了，本身太烂了，救不起来。我先给大家看一下这只黑鲨冰霜之锤的玩起来的感觉。啊，这是有四魂啊。啊，当然有四魂，就是比较爽啊！你玩近战不可能不四魂嘛。然后这是我刚刚有打过 Uber Marvin 的，打到我直接换角色，就是其实我觉得打得过，可是那个终归是一个太，就是这只防御其实也没到特别好，然后你又没有把 Uber Marvin 给秒掉的话，真的打起来真是蛮痛苦的。所以就算了，这是我觉得 Uber 王肌肉哥应该之后就会拍那个，我不知道他发片了没有，反正他之后就会拍那个一定他那只全通 Uber 王的影片了，因为这只伤害绝对是够他通 Uber 王的，可是我觉得不够我通，对不起，我没有肌肉哥那么强，这生存烂成这样还可以通，真的太猛了。啊，我应该打一下那个了，我应该打一下圣所了。啊，打圣所的话，就是你就是一直敲怪就好了。啊，怪物完全没办法还手，因为那些传奇怪是可以被冰起来的，他们就会全部被冰起来，然后没办法还手。啊，就像这样子，我冰没有可以冰比较久，这种，它就像这样子，它会冰很久。里面的传奇怪大家都会像这种的感觉，就会冰超级久啊。啊。嗯，然后我来介绍这只，因为我真的觉得这只的构筑概念跟它的整个是很有趣的，可惜就是不够强，就是真的不够强。我觉得还需要一些搞不好你会想到一些拼图，可以把它弄得更强。因为这只大概对非 Uber 就2000万而已。我看一下我现在调多少，这是对非 Uber 就是2600万而已。这真的就2600万啊！如果打 Uber 的话，速度就大概800万，所以就不是一个能够秒的一个数值，然后打起来其实蛮辛苦的。所以，但我觉得它还是够强了。然后它本身也是有很多很棒的概念在里面。啊，我先解释一下黑鲨这个装备。黑鲨这个效果就是它本身它在这季的时候有改枪，它的物趴变多了，所以它几乎多了大概100多物理点伤，它从50%被改成100%，然后它可视为所有类型的单手武器。这个换句话来说，爪子、匕首、单手剑、单手斧，所有东西，而且只要他没有讲明白是什么，比如说像这边开垦之敌，这个点超级强嘛，斧头最强的一个暴击点，他本身是讲使用斧类武器，就算他不算是双手斧或单手斧，
一律都可以吃到。可是像这种有明确讲要用双手近战武器的，这种就吃不到。先理解一下黑鲨这个基础逻辑，然后呢，我们就可以用这个概念，这个忘却阴影。没错，这边有一个拿用爪暴击加成加40%，持匕首的时候38%暴击加成，而且有攻偷有魔有攻偷生命跟攻偷魔力。这一点呢，给了我大概10%偷的 DPS。然后这一点也给11%偷的，给大概5%偷的 DPS。然后这一点刚好我们又可以拿血段，血段有火焰伤害、冰冷伤害减5%抗，然后血书，这一点就蛮强的。这也是那个肌肉哥的配置里面有出现的。然后其他方面，其实我们拿的除了这边这个忘却阴影之外，我们其实就正常点剑圈，正常点剑圈。那、啊、如果你需要的话，还可以点这个，因为这一圈其实也很强，这三点拿了11%，只是我现在腾不出来。要腾的话也可以，就是要把我的生命再变低，然后点巧刃，然后这边再点开垦治理，其实就差不多了，这就是全部了。它其实没有什么，可是这边有个关键的东西来了，你可以看到我开了两颗12天，这个12天呢是斧剑击中造成异常状态伤害。记得我刚刚说过什么吗？只要是血斧跟剑，它都会记进去。所以这一点呢，12%斧攻击造成12%集中伤害，跟斧头造成12%集中伤害，剑造成12%集中伤害，这个算24%集中伤害，每一点都给24%集中伤害。所以你看它一点给我 2.5% total DPS， 而且这个还是因为它不会算35%效果，所以整个算上来的话，这一点可以给我3%多 DPS。 这就是黑鲨最有趣的地方。黑鲨如果你配上两颗12天的话，你的趴伤会直接爆开，你的趴伤会超级夸张。你看我趴伤有1094%，所以你知道这是一个完全不缺任何趴伤的流派，这个趴伤是完全溢出的。在这个逻辑之下，我们只要能够拿到够多的其他点伤来源的话，我们就可以你就看这个这边直接整个那个斧剑直接把整个给洗平了。所以只要我们可以再拿更多的点伤来源的话，照理来说黑鲨就会够强。这个概念就跟矛盾对决一样，矛盾对决也是一个，就是它本身就双倍伤，所以所有的东西它都会100%更多。在这个前提下，你去拿够多的点伤，够多的那个额外的一个点伤来源的话，它就会变得很强。这个逻辑也可以套用到黑鲨上面。可是呢，因为黑鲨太吃天赋点了，相对矛盾对决而言，矛盾对决你就只要拿着那把剑，你就直接双倍伤了，你不需要投资那么多的天赋点。可是你要用黑鲨来玩的话，首先你就是要先控出24点天赋点给12天，这件事情很痛苦。所以黑鲨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强，可是我觉得也是足够有趣，去建构出一个很棒的一个 build 了。好，那就是黑鲨的一个介绍。那我们来看其他东西。盾牌直接从我的冰点山拿用的，这边其实下面以下全部都是从我冰点山拿用的，对不起，冰点山拿在用的，然后就是保留效用，然后让我们可以多凹出一个冰结寒焰。那因为我们用哦，这边再顺便提一下，黑鲨还有一个很有趣的事情，就是它可以无视武器限制。刚刚我们有提到说它被视为任何单手武器，所以换句话来说，它可以使用冰霜之锤。冰霜之锤的规定是你只能用权杖、锤跟长杖来打。因为这个那么多的限制呢，所以让冰霜之锤有一个特性，就是它的基础伤害很高，然后本身又是 100% 物理转冰冷。在这些东西算下来的话，冰霜之锤是一个非常非常强大的一个元素近战技能。那为什么没有人在用呢？因为它限定你用锤、权杖、长杖。你信不信如果今天冰霜之锤是斧头可以用的话，早就全部人都斧头冰霜之锤开荒了。我讲认真的，因为它就是等于第二个碎骨那种感觉，而且会超级猛，配寒焰就是有一个超高的基础伤害。那冰霜之锤在这个 build 最重点就是每个第三次的成功打击有如造成 390% 的更多伤害来冰冻敌人。这一条直接让我们等同我们，而且它没有限制说你那下暴击它不记暴击哦，不是像巡骨那样，巡骨它是不记暴击的。这一条它是390%更多伤害冰冻敌人，如果你暴击的话，它就是暴击再加上398更多伤害，所以就连王都可以轻松达到冰冻门槛，只要你的伤害稍微有个1000万，任何的王你都可以轻松冰住，只是那只王不见得会被你冰冻而已。它不见得会进入冰冻状态，可是它的在那个寒焰的计算里面，它会被视为是冰冻的，
所以这个配置上就非常非常的强，非常非常强。只要用冰霜之锤配上黑沙，然后配上寒焰，你基本上就可以完美的翻倍你的伤害。然后我又使用了一个这个比较阳寿的一个圣物，这个也是我那时候打原罪之后出的。你的火焰伤害可以感电，那我们本来只有冰冷伤害嘛，冰冷伤害跟火焰伤害嘛，现在因为我们的火焰伤害可以感电了，我就连飞伤效果都打得满了，就连那个50%感电我都打得满。我刚打 Uber Marvin 其实只有打满，可是问题就是 Uber Marvin 太痛了，我这只没办法扛球，然后又是近战，然后攻速又慢，然后拉球我也没办法吞球吞太久。看，就是整个就是生存面是真的，哎，近战，这个生存面就是近战，嗯。然后一样，无尽之位，这个无尽之位就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我们的一个 combo， 我们配上我们的卡剑放尖锐战吼，然后我们有8耐力球，然后每个耐力球会加生命回复嘛，75生命回复，配上这个。每一百的生命回复都会被我转成那个圣怒回复，这样子的搭配就可以达成一个无限狂战的一个效果。鞋子可以使用那个 Marvin 鞋，我也是很想换 Marvin 鞋，可是我智慧需求熬不过来。这个其实也有一个方法，就是我直接换一个有智慧有加智慧的12天就可以了，可是我有点懒得弄。这个直接换 Marvin 鞋的话，其实伤害是最高的。那如果你不换 Marvin 鞋的话，你也可以勤劳一点，就是换成那个走路的时候掉落焦灼地面，因为焦灼地面对我们来说伤害太高了，所以我会推荐你可以换一下。只是我坚决战好跟 Action Speed 我觉得也不错，就懒得弄了。然后本身它数值也算蛮好的，真的不用有这条也没关系，真的不用。那个肌肉哥好像是用星辰吧？肌肉哥是哦不，肌肉哥是用爆炸层，我想起来，肌肉哥用爆炸层，然后用尊师那个。获得额外物理伤害的冰冷伤害，他用那一个，那个其实不是很强。我那时候在想，干，其实他换永恒争斗，他换永恒争斗或换星辰都比较强。不过对肌肉哥就是可能他要把造价压低，所以他才用一个比较普通的一个项链啊。这个就是老样子，屠戮之心。然后因为肌肉哥没有堆狂怒球啊，他不是他的配置跟我不一样，他没有点神来之心，他的神来之心是跑去点神话灾难的。所以，我自己觉得我自己觉得这样子配置比较强啊。可是肌肉哥那个也有他的好处啦，就有他不同的好处。因为我真的觉得无限狂战没有什么东西，你只要是玩近战，没有什么东西比无限狂战还强。无限狂战真的太 bug 了，他那只甚至没有办法快开狂战，他连拿圣怒的手段都没有。然后戒指就是之前冰点散打的戒指，每颗狂怒球附加4-8冰冷点伤，然后用金水点出4-8冰冷点伤，然后点出其他你要的词。哇，这个很棒，哎，感谢卡洛。然后这个是粘起来，就是集中生命回集中，你每次攻击回复生命18，然后跟那个冰环冰冻敌人附加伤害，这两个粘起来，因为这个我本来是要配合。尊师之音用的，所以才特别粘一个触戒者加尊师的，因为这样子我就可以拿到攻击免晕跟那个额外96%攻击伤害。可是对我就后来有 Carlo 这个戒指，我就直接换掉啊。这个其实也不错了，它本身就有一个小活力集回的效果了。腰带打完的时候用昂恩的烦恼，因为用昂恩的烦恼的话，我们可以直接三倍，昂恩烦恼会给我们800万伤害，超级猛。其他就是对，其他就是一些正常的东西。然后重水是因为处刑者，我在打 Marvin 的时候需要那个偷取不中断，可是我刚刚打就觉得算了，这只打乌布王太夸张了，太难了。12天，然后其他东西看守之眼，我用精准攻击伤害跟那个憎恨冰点伤，这个也是冰点伤拿来的。然后其他腐化之血对你没有影响。然后剑类增加攻速跟那个这个用什么都可以，你用剑类、斧类、爪类、匕首类加攻速都可以，找便宜的就好。有爆炸层跟攻速跟最大趴着命就好了。哎，这个就一样，这个也一样。然后这里这颗其实我老实讲，这颗其实没有很必备，
因为这个天这个流派其实真的是缺天赋点缺到爆，这个就是眺望缺阴影的这一颗，这一颗我刚刚买的时候5D， 那不知道肌肉哥发片之后会不会变贵啊？我觉得这颗其实没有很必要啊。虽然你看说哦这边一点哇 9.78 透的 DPS， 哇 4.78 透的 DPS， 哇血书哇血段很强，可是也还好啦，也真的还好，不是必备的，因为你这边其实换一颗星团，不是换一颗星团，你换一颗正常的珠宝啊，这四点省下来。一二三四，这四点省下来，我可以干嘛？我可以点这个，点这边有5%透的 DPS， 然后这边再点这个，我可以拿到近战机动护体，然后这边我护体可以拿掉，去换成比如说，我这边比如说我换成觉醒冰人伤害好了，换觉醒冰人伤害，其实我认为伤害应该是差不多的，就不会差很多啦。可是当然忘却影那个会比较高啦，而且防御面应该也比较好。就不是一个必备的东西，好，这边讲完了。天赋就是之前冰点三打那样子，然后就该点的点一点，近战暴击加点点一点，然后你可以无视那个任何，像这边我也很想点碎凶者，可是对太远了，离太远了，我点不到，就点开垦之敌，因为开垦之敌是一个超级强的，你看开垦之敌给我多少伤害，给我15%偷偷 DPS， 开垦之敌200命中，38击中伤害，跟那个48暴打成，哇，超级强的点，然后这边往前点，然后点那个这边点剑圈点那个128暴击加暴击率跟减暴击加成，然后这里开一个你瞎了，因为我们暴率太难撑了，开一个你瞎了，然后这个肌肉哥也没有用。他的暴率撑满的方式，我记得是用宝钻药剂，就要投资，就是就等于说不同的投资啊。因为我觉得这支其实很轻松可以满命中，这支命中其实很轻松满，我不知道怎么我这边命中其实是满的，可是我命中是满的，可是我不知道我这边命中是3400啊，我不知道这边为什么只有2700，这个。本身黑鲨就给你460命中了，然后我们又是剑流派这边那个什么，你如果真的缺命中的话，这边这个点，你直接去点巧刃，就又有15%命中了，就很强，就是真的蛮强的。技能，哎、欸，老梗，不久因为有那个。双子吃饭不朽怒号持续时间延长，精准远害先是威士狂战哇先子战士长耶、yeah ，然后药级启发刺客印记，这个启发是给刺客印记用的，然后双咬三体增加暴击伤害，然后这个本来是那个啦，这个是串那个啦护体，这串护体你就自己，如果你想要伤害高一点，你可以换那个元素攻击伤害，优雅冰霜之劫憎恨。接到练就是这个三个是要放在盾牌上的，因为我盾牌有减少38保留效用啊。如果你没有这个的话，你可能开不了冰结。好，就这样子。那我们看一下变几张了。OK， 白纸革命已经变成253张了。他已经一路从150张变成253张了。好，大家这样子，有什么你都可以下面留言。我是默默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